车，阿洛有没有认认真真给大家介绍，包括我对我讲的每一个字负法律责任。如果我的工作有任何违规违纪违法的流程，欢迎您监督，而且任何时候你到旅游局都可以调到我们车上的视频，包括各位朋友你们所有的言行举止，这台车上的人也会被记录下来。所以我们车上你任何东西掉不了，哪怕你的现金手机落在车上绝对掉不了。我之前遇到过，我的客人亲眼看到